王爷，我儿子现在在铁木真手中，该怎么办？看样子，我们小瞧这个铁木真了。要不是都使被抓，我们早就把铁木真给降服了。你可知道那个抓住都使的家伙是谁？他是托雷的安达，是一个从小在草原上长大的宋人。宋人。 一个宋人竟然如此为铁木真卖命，看样子这家伙的能耐不小啊！上面的人听着，不许放箭！扎木和汗要见铁木真。扎木和，你背叛了我们多年的誓约。 你践踏了我们安达的情谊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义兄吗？铁木真，我已经向大金求情了，六王爷答应不会杀了你，只要你向大金臣服，以后我们还是安达，这样不好吗？我根本不相信金人王爷，我也不再相信你。哼，铁木真。 我的小红马，就算我们拼了命，也要保护您出去。如果我一个人逃了，还怎么配做你们的大汗？放开！ 安达，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人呢？原来搬救兵去了。傅寒，拒绝了扎木合的劝降，明天这场恶战，咱们一点胜算都没有。我想赌一把。怎么赌？ 我要你回去领兵驰援，我们会利用狭窄的沟口，牵制住他们的主要兵力，到时你领军攻击他们的侧面，我们两面夹攻。 他们一定会阵势大乱。万一我没有及时赶到，没有万一。
再次一聚。来，大家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傅寒受伤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对了，大汗，都市还在我们手里。如果桑坤和扎木合联合众部来攻打我们，恐怕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此事还需早做打算。郭靖，此事你怎么看？静儿不懂，还听大汗命令。好，都使呢？把都使带进来。走。傅寒，让我杀了这小子给您出气。慢。松绑。没听到我说话吗？傅寒，快松绑。王海义父、桑坤义兄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们双方没有过节，今天的事都是因为情势所迫，我铁木真绝对没有冒犯之意，请你回去代我向两位请罪。算你还识相。傅寒，他是桑坤的儿子，他是个坏蛋。傅寒，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？是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闭嘴，他是我的女婿。都是，你跟华筝从小就已经定了亲，你是我女婿，也是我儿子。你这次回去，就和华筝成亲吧。我会通知各族族长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傅寒，您是糊涂了吗？我才不要嫁给这个都市。傅寒，他们勾结金人，在草原上为非作歹，华筝不能和他成亲。把他绑起来。傅寒，傅寒，傅寒。您为什么要绑我？我根本就没有说错，都市根本就不配娶华筝。你还说，拉出去打。傅寒，傅寒，大寒，傅寒，都市根本就不配娶华筝。傅寒，傅寒，都市根本就不配娶华筝。我不嫁。傅寒，混账！儿女婚事，几时轮到你说话？你要是逼着我嫁给他的话，那我就死在你面前。那我就把你的尸首送过去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傅寒，傅寒，我没事。寒，坐下。都师，请。哼，我这个剑伤至少要养三个月才能痊愈，要不然我一定亲自送你回去。大寒的心意我领了。你伤得不轻，好好养伤便是。这边。你去准备两车黄金，还有貂皮，还有我们上好的美酒。你跟静儿护送他们回去成亲。这边谨遵大汗之命。都师，来喝酒。四哥，你疼不疼？桑坤跟都使都是坏人，傅寒不但逼着我嫁给他，还把你打成这样。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傅寒，他就是个蛮不讲理的暴君。华筝，你不能这样想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傅寒那么怕桑坤。我也不明白，大寒连战死都不怕，为什么会怕那个桑坤？历来就有公主跟别人和亲的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吧。可是郭靖，都使他是个坏人，傅寒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华筝，你别这样想。四哥，郭靖，要不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我们去中原。那怎么行？如果咱们去了中原，傅寒怎么跟桑坤交代？到时候两个部落之间又会掀起一场大战的。妹子，你放心，如果都使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杀了他。那你呢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
我也不明白，大汗连战死都不怕，为什么会怕那个桑坤？托兰达说的对，如果那个都师对你半点不好的话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 这样，竟让铁木真给跑了！你先别着急嘛，这铁木真迟早都会落到我们手里的嘛。我怎么能不着急？我怎么能不着急？我儿子还在他手里呢。金兵指日久待，难道还救不出你儿子吗？哼！不过倒是这铁木真，定然前来复仇。 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报，都师回来了。什么？傅寒，儿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疼啊！坐坐坐。都师，你怎么回来的？铁木真派人送我回来的。 他不但放了我，还让我向傅寒赔罪。哎，等等，铁木真真的愿意赔罪？是真的。那个铁木真中了箭，伤得不轻，他吃了苦头，不敢再来得罪您了。而且让我今天就跟华筝成亲。铁木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，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是豺狼，其实他呀，只是个小小的羔羊。哎， 你们不相信，给我出去看看，他把华筝和裴家的礼品都送来了。公主，华筝公主，好久不见，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啊！<笑>你少在这里给我装模作样的，我傅寒怕你，但我可不怕。哎，我的新娘子，我可不要你怕我。 是，哎，国靖，你说的没错，铁木真真是个胆小的小羊羔，他怕我们呢。<笑>他侥幸活命之后，总算想明白了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。 宰羊、白酒，今天喝个痛快！我不想嫁给都师，我一看他那副嘴脸，我就想吐。华筝，大汗都把你许配给他了，他怎么着也是你丈夫了。
我不要他做我丈夫，我不要。华筝，都市虽然脾气不好，但他从小就喜欢你啊，说不定他会对你很好的。如果不能跟喜欢的人成亲的话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国靖，其实我喜欢的人是你。我的新娘子在哪里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跟华筝相好？滚开！你胡说什么？我早就听说你跟这个妇人从小就在一起，可你是我的新娘，救我！我死的！国靖，臭小子，敢打我！干！我杀了你！都是你放杀了你！你误会了，杀了你！我是来赌金的，不想和你打架。华筝，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抓住他们！来人！抓住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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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儿子！把他们都给我打了！郑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保护公主。完颜横烈跟掌门和生性多疑，可是桑坤傲慢自大，我们只要把戏做足了，他一定会放松戒备的。可是大汗，这样的话华筝公主会不会有危险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而且有你跟静儿在他身边，我放心。嗯，我没告诉那两个孩子，是怕他们露出马脚。记得他们设宴欢庆的时候，你用酒把他们的帐篷给烧了，到时我们会冲破土城的围墙，里应外合把他们拿下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只有战死的铁木真，没有投降的铁木真。杀！杀！
实现了他一统大漠的远大抱负，人称成吉思汗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敬大家。感谢诸位将士，奋勇杀敌。哲别、博尔术、木华黎，我封你们为千夫长。谢大汗。金儿，你功劳也不小，我也封你为千夫长。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千夫长了。他们赶快谢谢大汗。哦，谢谢大汗。金儿，这回你可给师傅们长脸了啊。是啊，金儿，开始啊我还替你捏把汗呢，看来你真的长大了。你真的是令我刮目相看，所以今天除了封赏你之外，我还要送你个非常宝贵的礼物。大汗，你已经赠送了我还有我娘很多礼物了，我不能再收您的礼物了。进来吧。金儿，华筝是我最疼爱的女儿，我现在就把她许配给你，从今开始你就是我的金刀驸马。好，太好了，安达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啊，我们可要好好庆祝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事儿我不能答应。郭靖，为什么呀？难道我的华筝配不上你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。大汗，请息怒。静儿被赐为金刀驸马，是我们母子莫大的荣耀。只是静儿的婚事，在我十月怀胎的时候，先夫就已经安排了。我李嫔虽然没有读过书，但是一诺千金的道理，我还是懂的。已经安排了。对，18年前，我的夫君与他的异姓兄弟杨铁心在牛家村许下誓言，如果杨家和我们郭家生的是两个儿子，就结为兄弟；如果是一男一女，就结为夫妻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傅寒，那这样的话也怪不得我安达。郭大嫂，
这事儿你不用担心，那杨家诞下的是个男孩。二师父怎么知道的？长春子丘处机道长，他已经找到了杨铁心的后人了，并希望我们尽快把静儿带回江南，好跟杨家的后人会面。大汗，请允许我提议，让静儿与杨家的后人见面，报了杀父之仇，再回到草原，与华筝公主成亲，您意下如何？华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舍不得郭靖离开蒙古，不过，如果他跟我成亲之后一直惦记此事，闷闷不乐的话，那我也会不高兴的。倒不如让他先报了大仇再说。华筝公主真是善解人意，静儿这回呀，有福了。静儿，你没离开过大漠，而且路途遥远，我就赏你十两黄金做盘缠，还有20位蒙古勇士护送你。大汗，江南七怪会亲自护送静儿回中原报仇，蒙古武士我看就不必了，免得引人注意。好，那就依柯大侠。静儿，我们助你凯旋，来，干杯。好好好好，敬敬敬敬敬敬敬干了！郭靖，静儿，郭靖，师傅们先走一步了啊，在前面等你。驾！等驾。郭靖，你来了。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。还有话说吗？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我走了。陈年美酒的香味儿，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上一次在中原喝酒的时候，还是18年前，跟邱道长那一回，那个时候喝的痛快。哥，打还打得痛快呢。当年咱们离开的时候，还是7个人，如今就只剩下6个人。哎呀，如果武帝在天有灵，知道咱们带着郭靖回到了中原，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嗯，这是什么香气？大哥，前面来了4个异域女子，六个贼船。静儿，牵好你的马。哦，大哥。大家伙都累了，不如找个客栈歇歇脚，喝两杯。好啊，静儿，这儿这么好玩，自己到前面逛逛。我一个人啊。怎么，怕什么？这儿人多，把你的马先交给三师傅看管，一会儿逛累了，咱们前面客栈会合，听到没有？哦。来，看一个啊，怎么睡的？站住！
包子给我。哎呀呀，干嘛？小兄弟，他干嘛追你啊？嗨，就因为一个包子。别怕，这包子多少钱？我替他给了。哟，有人付钱是吧？早说呀，害得老子追了半条街。30文。好，30文。别吵。一个包子卖30文，我看你是想银子想疯了吧？既然这么贵，那就还给你好了。哎呀，包子掉了，我可是给你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接到。哎，你看，耍无赖是吧？耍无赖是吧？今天老子不教训教训你，以后这包子铺我也别在这条街上开了。好，别跑。站住！给我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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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哪儿跑去？放开我！你把钱给我！走！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这位大侠，你轻功不错呀。我才不是什么大侠呢。哎，他们好像没有追上来。就算追来了，我也跑不动了。哎，你肚子饿不饿？啊？走，我带你吃好吃的去。快点啊！哎，走啊！哎。哎，不许洗澡要饭！走走走走走！我，谁说我是来要饭的？我是来吃饭。你有银子吗？你？你有银子吗？这位大爷有。放心吧，我有。咱们玉真轩可是当地最好的酒楼，来这儿吃饭的非富即贵。不知道二位以前没有来过呀？要不，小的给您介绍一下。哼。你说了这么多废话，就是瞧不起我们，怕我们给不起银子是不是？哼，小的不敢。小二，这位小兄弟点什么你就上什么，不会差你银子的。听到没有？那二位爷都要点点什么呀？先来四干果，四鲜果，2咸酸，4蜜饯。那小爷都要一些什么果子蜜饯呀？瞧你这穷地方，小酒楼，量你这也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。那这样吧，荔枝、桂圆、蒸枣、银杏，干果饲养，鲜果嘛，就捡实心的事儿。咸酸我要气香樱桃和姜丝梅，蜜饯嘛，我要玫瑰、金桔、香药葡萄、糖霜、桃条、梨肉、好郎君。有没有啊？有，当然有。下酒菜要不要？当然要了，先来8个下酒菜。菜名你可记清楚，花吹鞍子、炒鸭掌、鸡舌羹、鹿肚酿姜肴、鸳鸯煎牛筋、菊花吐丝、爆张腿、姜醋金银蹄子。喂，看啥眼了？你是不是心疼你口袋里的银子了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原来吃饭还可以这么讲究。我以为只有羊肉、羊肚、羊肝才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。你真不心疼你的荷包吗？你是我离开家乡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朋友。我娘说过，朋友之间应该不分彼此，只要我朋友高兴了，我就高兴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来了，怎么了？难道这些菜都不合你的胃口？我以为这么大的酒楼能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呢？
也不过如此嘛。我听你说话不像北方人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没家，从小我就死了娘，我爹又给我找了个后娘，他天天都欺负我，不让我吃，不让我喝，天还没有亮，他就让我去干活，天黑了都不让我睡觉，有好几次在山上，我都差点饿晕过去。啊！野狼来的时候，他都不肯吃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太瘦了，连他们都不肯理我。我从小虽然寄居在他乡，可是我有娘，还有七位师傅呵护我。和你比起来，我算是幸运的人了。真是个傻子，被一个叫花的骗子溜溜出来。哎，我从小在蒙古草原上长大，那里的人可热情了。我有好多好多朋友，我们一起骑马，一起摔跤，比如说可有趣了。原来你在蒙古长大的啊？蒙古在哪儿啊？美吗？美，当然美了。蒙古哪儿跟这儿可不一样，那儿的天空湛蓝清澈，还有那儿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瞧你说的跟人间仙境一样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我再告诉你啊，我和我的朋友小时候救过一对小白雕，后来把他们一直留在身边，他们可听话了，我只要一吹铜哨他们就会飞过来了。哎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，在哪儿啊？哦，我把他们留在蒙古了，没有带过来。好玩好玩。哎，下回啊你带我去蒙古吧，我也要抓两只小白雕玩玩。哪有那么容易，你看你身子骨那么单薄，怎么能受得了蒙古的寒冷天气？连你都瞧不起我，看来我真的是无家可归了。我没有。你在外面逛几天就回家吧，别让你爹担心了。他才不管我呢。那，这里边是十两金子，你都拿着，够你花一段时间了。你把钱都给我。啊，都给你了。喂，你就不怕我是骗子吗？你怎么会是骗子呢？阿切，哎呀，你穿的太单薄了。这件黑貂皮是大寒给的，可暖和了。你穿上这个以后在外面过夜就不会冻着了，你身子那么单薄，可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可是你连我是谁我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相信我？对哦。怎么，你后悔了？当然不是。哎，你来坐下。我真是糊涂。哎，我叫郭靖，你叫什么呀小兄弟？我姓黄，单名一个荣字。